Hello， 又是我啊！今天就想带大家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就是这个的烧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搭小巴去，就呢个嘅系筲箕湾咧，就去只澳。你刚去看雪山？人哋帮你影相。你叻啊！佢中意睇景多啲。到了石澳了，石澳呢、這個、以前呢就是一個是小漁村來的，即是小漁村應該是沒什麼錢的地方，但去到今時今日是非常之有錢，現在幾鬼多人是有 有錢住人住的地方，還有他們說這裡是一個很多的歐陸式的亞顏色的小屋的，我們就看看是不是有這麼多的小屋先。順帶一說，這裡是我的新屋啊。这个是叫做南中国海的 South China Sea， 你看看几靓。很多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个个都想来探我们两个。还有呢，这里就有一个很出名的泰式的嘢食嘅。咁啊，试下呢个嘅菠萝炒饭先。咁住咧，啲饭咧就系唔系好够热，咁同埋呢个嘅。試過頭先試過啲蝦咧，好似唔係好夠爽嘅。跟住咧，我哋試下呢個啊，呢個係豬軟骨嘅沙律。個豬軟骨咧好腍嘅，同埋咧嗰個味咧就比較辣，但係咧就酸酸辣辣咁樣。咁啊，好開胃嘅，呢個嘅 sauce 同埋呢個嘅沙律都幾好食。再試埋個可樂，一般嘅冰沙咁樣，可樂嘅冇咩太大嘅啦，驚喜。